先知撞鬼概率真的不要太高，基本上你玩先知你就会遇到鬼啊。那么这把来看咱们六厂长的东西啊，要我需要厂长去。像这版本的话，厂长移动速度真的是很快哦，所以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。家伙。然后厂长这个东西的话，它一般来讲会价钱啊，所以的话我们要不要被架住？一旦被架住的话，一个蓄一刀就可能扣血了。有钱过这一把，共同等于钱还行。哎，你走，别走一下，要多洗洗你啊。厂长在反绕我，先被绕没了。别在，这是勾引他，我去把水勾引走了，我怎么用？我操，你还撞啊，大哥，还行，没交出来，我去，不用撞了，你撞了反而还不好那啥。他要超远距离闪现了。另外有小可爱想跟主编厉害的话，也可以看下面课程，有全类系教学、专业思路，还有角色专辑啊。别撞了呀，大哥，这雷球的呀，长走的好快呀，他鸟有点亏呀，他脚逼他交闪，他不挑。那个第二个鸟有点亏，我操，这怎么了？他做那要扛刀，还是个扛刀？开吧，好平吧。你要这不扛刀跑了，我操！蓝血强是跑了。我操，全部跑了！我这把全部玩的可以啊，我哥。不行，人家玩的可以吧？我跟你讲，人这么掏不起，跑倒也慢了一点。好像是有磁体。这把得前锋啊，这把感觉就我们两个算是那啥了，一整局的一个运营者。啥都不行，要把板子踩了，然后的话逼我回小门的，我才不会用刀去咬对方。再进教堂，这不走大门的话，他走得快了。这个厂长，动速都非常快。呀，你知道我在这，还有机会呀、啊。是吧，得靠救前锋，好吧，前锋要不然可以啊。李文在。